后来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台中关怀中心的库存量共存无到四天的数量。彰化县消防局一回特别利用假日的时间举办关怀活动。虽然天气是无介好，但是民众也是真踊跃来避开清雾关怀。小英之友会每年的五二零总统就职日都会举办关怀活动。今年的五二零因为疫情大爆发，和关怀活动延期。小英总统特别责成我们全国各小英之友会每年必做的三件公益，就是第一，五二零的捐血活动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延到今天。这个现在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血库。台北血库现在很缺血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呼吁说，这个各小英之友会都在捐血，因为这个我们是我们的例行的一个社会服务，很重要的，我们都是五二零。虽然天气不是真好，不过这场关怀活动也是吸引真侪民众来参与。全台南下来关心的内政部长徐国勇嘛，呼吁民众全台湾都欠血，希望民众会当发挥爱心。血液的供给方面，稍微有点紧张。那现在大家来踊跃捐血，会让我们需要用血的这些医疗的机构，都能够松一口气。不过北部跟南部，台北跟高雄还是需要大家来踊跃捐血，我也借这个机会，来鼓励大家。彰化县小英之友会在血库大欠血的时阵，来发起关怀活动，县内不少民间社团嘛纷纷响应，在地的新滨岛友善电视公司嘛来发挥企业回馈社会精神，长期以来除了主动办理关怀等爱心活动以外，这回嘛再次应彰化县小英之友会邀请参与协办，大家做伙来做爱心。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。